以前的人可以长到这么高，厉害嘞！据说啦，哈，据说就是荷兰人当时在统治台湾的时候留下来的记载，其实写到当年原住民的身材异常高大。对，为什么？因为他们当年他们都吃鹿肉。哦，哎，啊，鹿肉可以变高吗？据说鹿是什么高密度蛋白。哦，对，所以对我们说这个成长很有帮助，而且你看他那翻刀，你有没有看到那把翻刀？哦，很长哎。你知道原住民的翻刀是不随便露出来的，哦，尤其是赛德克族翻刀露出来就是要杀人啊。难怪在这个地方他是露出来，因为他准备要起义了，所以当时就是在这个地方起义来杀日本的公学校了吗？这边也是战场的其中之一啦。哦，那在1952年的时候，在这边那时候要做防空洞。结果挖到了30几具骨骸，那后来证实他们这个就是当年雾社事件被日本人枪毙的赛德克族。难怪这边会有一个赛德克族抗日的群像，男女老少，而且小朋友都还有，看起来好像是拿一个石头一样哎。然后后来在22年后的1974年，那时候就把穆拉鲁道的骨骸重新移回来这里，安葬在这里，长眠于此。以前的工学校，那个雾社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个工学校在哪里，你知道吗？应该在附近吗？那很多人都以为是在前面的仁爱国小。哦，对，在这边而已，距离这边大概400-500公尺。真的？我超爱逛。哦。这看起来不像是学校哎，台电万大发电所。我跟你讲，办公室。这边呢？它就是以前的工学校，外面有一块看板。对，那当年呢，这里刚好在举行那个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哦，所以难怪还有一些木造的建筑物有保留下来。你看那旧照片哈，你用旧照片比对就知道，那些木造建筑就保留下来。哦，当时就是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啊。而且趁着当时在演奏国歌的时候，当时赛德克族战士手起刀落，炸，将日本警察脑袋给砍了下来。从那一天开始，展开了将近50天的激战。六大部落300勇士，在莫拉鲁道的领导下，以日本国歌为信号，冲进雾社工学校联合运动会会场，袭杀日本人。白凤亭啊，当年开始唱国歌的时候，就是派下的人，一起台的人来替啊，走出去，被日本警察都去掠去啊，去掠去，因就到白凤亭边啊，都把这些武力的警察先逮死。他们甚至一反赛德克族不猎取女人跟儿童首级的粗草习俗，对于参加运动会的日本人展开无差别性砍杀。那个很多日本警察、日本官员、老师。一举就杀了好像200多人一样，有些小孩子也被杀，而且他们原先还有准备要把那个电线啊、那个通话线都切断，然后最后还是消息传到山下来嘛，日本总督知道了，不得了，所以接下来就是要反攻了。战役惨烈，震惊岛内外，尤其是日本统治当局，当时雾社地区可是被称为模范藩社。但看似平静的乖乖牌，却因常年遭受日本官吏的欺压，被迫抛弃族人恪守的社会规范，波涛汹涌。赛德克巴莱意思中，赛德克的狼意思，巴莱是金钱。赛德克巴莱代表的是真正的人。阿加亚的对讲狼爱做啥，因为狼爱有恰面，啊，叫资格结婚，啊，传宗接代。但是恰面爱有资格，查甫人是较早爱样拍啦。爱出草，抬过敌人的人头。啊，查某是爱会用织布做衫，因为做一个人无遐简单，你上无爱达到这个目标。文面嘛袂使啦，什么拢袂使啦。哦，对因来讲，啊，这就是切断因甲祖先的连上。所谓的模范社区，就是把你给文明化嘛。可是文明化就违反了他的原本的文化。那再加上我们说劳动力上的剥夺剥削，然后还有最重要就是不让他们比如出草，然后跟纹面，所以后来他们当然就抓狂了。那个时候的原住民还要服劳役啊，这刚的对了，
啊，志刚，然后哎，薪水又很少哎，工资很少，甚至有时候还会欺骗，还克扣，甚至还有原住民与日本人通婚问题，都埋下了纷争的火种。就这有日本警察讲，伊被伊伫日本已经娶某啊，啊来台湾派出所伫遮时伊阁娶一个，啊，但伊退休要转去，伊就走转去，即个就无睬伊啊，啊就一挂赛德克的姑娘用刀刺死。莫纳鲁多的妹妹也是嫁给日本警察。最后也是被日本警察走了之后就把他抛弃了。以原住民他们的角度来看，就是说然后用火灯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好，甚至是我们说那个女孩子变成一个不洁的女人。那纵使他们部落的文化或许是这样子，但再怎么讲这我妹妹啊，我先不要她，当然会找她。仇恨的余烬还在翻涌，然而雾社事件的发生复燃的引爆点竟然是一场正在马赫坡社举行的婚礼。日本警察叫吉村呢，我经过，哎，莫纳鲁道因听到，提酒要甲敬。啊，咧日本警察就讲，啊，你手全血，只垃圾我袂啉。啊，因见人要叫啉，叫日本警察就滚啊！隔天，这个原住民这边哈，就觉得说，哇，这样这个欺负到警察，以后可能很麻烦。这个莫纳鲁道就带着儿子去日本警察那边，要向他道歉。可是日本警察不接受，他们也认为说日本警察会可能会先发制人，杀他们，我干脆先杀过去就算了。结果就在利用运动会的时候，他们蜂拥而上。这个事件会当讲是一个文化的事件，为了家己的文化、家己的尊严、家己的灵魂。他逼到走投无法生存嘛，无法生存我必然要死，那我要跟你一起死，我就死得比你更悲壮。赛德克族人袭击的消息很快传回日本统治当局，火速调动大批军警进攻雾社。莫老大讲的话，对吧？你不能来军队，你落水去做我个做，你永远台湾了，到尾后只有退去山来。还有好多妇女，为了激励夫婿的战斗意志，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带着孩子集体自缢身死。有一张树啊，吊全家厝人24个人，吊到迄张树啊，我断去。因为相信的祖先是为树啊顶生出来，所以我断去树啊顶。查甫人爱留落来，甲日本人战甲上尾一个庆祝为止。那因一开始就下下讲无想要活。但赛德克族人的视死如归，让日本人更加的抓狂，发动更大的攻势。以山炮、飞机轰炸外，并投掷毒气弹，全面攻击。所谓的糜烂性炸弹就是用毒气，应该这么讲哦，因为当时的国际和平公约里面是说，连战争都不能使用毒气。可是日本人对原住民居然使用毒气，所以当时还引起我们蒋渭水的那个台湾民众党啊，这个发电报通告国际联盟，新国际呼吁，就日本。竟然用毒气毒害我们的民族。最后，日本军警甚至采以翻制翻的策略，利用没有参加反抗的雾社地区其他族人，组成卫方番奇袭队，对付反抗的原住民。原住民里面族群之间有平常就有一些冲突，所以他就利用没有反抗日本的一些原住民族，泰雅族的里面，用他们。来对抗反抗者，所以同样是原住民族，有的人亲日，有的人是抗日，就利用这样的一种矛盾，甚至提供他们武器。等这个大头目啊，大概将近100个勇士，然后去找那个莫纳鲁道这一群啊，到山里面啊，莫纳鲁道这一群啊已经埋好陷阱，就在那个应该叫什么雾社对面那个山啊那边伏击他们，所以死了18个人。连大头目啊，富山回来，
啊，然后后来是死在这个部落里面。那过程当然很惨烈了，很多我们看到那个照片啊，也很多那个头颅有没有哈？好，那这个是第一次雾社事件哦。眼看大势已去，摩纳鲁道先击毙家眷，而后自杀。许多族人也追随，期盼透过树梢到彩虹桥上与祖灵会合。伊话讲，照解也未使，无可能摩纳鲁道去，家己家己孙啊，家己阿母拢杀死。就按过来讲，阿母看到祖灵吊刀啊，感觉用吊刀出去的土场摆过，才帮伊。摩纳鲁道因。发起这个武侠神侠，这种会当讲差不多死一半。以参加的来讲哦，死到尾也剩200多，每一个家庭拢无一个家庭是完整的。经历了50多天的对抗，雾社事件画下了休止符。4年后，摩纳鲁道的遗体被后来打猎的山包发现。尽管这场抗暴行动，赛德克人斗争失败，捍卫了部落的尊严，也为台湾人民抗日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哇，绕了好久的山路，我们终于到了。这里就是台四线74公里处的人子关。哎，人子关不得了，特别还做了一个板子来纪念人子关。清朝的时候，那时候好像就下命令了，汉人止步，所以汉人止步的关卡人子关了。因为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呢，他当时是汉番隔离的政策，所以在这边设了一个关卡。那在1902年，当时日军呢派了大概200多个人来侦查，那就遇到了原住民的激烈反抗，史称人子关之战。哇，那最后日本人兵败撤退。哦，后来就真的就限定了这个结界。对，不过后来这个日军是怎么进到雾社的？竟然都知道这个地方很难打了。正面来不及怎么办？那就来阴的喽。啊，所以当时日本人他们当时说，我们说第一个先用经济封锁。禁止汉人跟原住民做交易。那原住民毕竟他还是需要一些平地的一些物资嘛。再来呢，更坏的是什么？以藩治藩，以夷治夷。所以他当时利用原住民之间的矛盾，派了一组的原住民去灌醉赛德克族人，然后趁夜奇袭，然后打进了雾社。既然都打进雾社，那就也没办法，只好听话咯。不过怎么会后续其实也平静了30年左右？据说莫纳武道自己都还去学了日文呢。其实，在雾社事件发生以前，莫纳鲁道已经密谋要起义2次。哦，但是龙都得要背啊。啊，自己人尿的。对对对，所以起义失败。那日本人当时呢，因为日本一直喜欢用文化压制，所以他曾经把莫纳鲁道送到日本去观摩、去学习，用日本文化或者现代化去压制他、去吓他。但是无奈，我觉得文化差异太大了。所以反而加深了莫纳鲁道对日本政府的不满。所以才会有那一句名言，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看到野蛮的骄傲。他在实施大狩猎手的时候，他过河去砍猎下你这个敌人的手，他那种胆识，那枪还在打他跑过去，跑个猎票。你莫纳达！莫纳鲁道1882年生于台湾南投大山里雾社部落。他强健魁梧，胆识过人，公道正派，是受到敬重的部落首领。如此英勇善战的莫纳鲁道，在雾社事件1930年举枪自尽后，遗骨却到1973年才迎回雾社。这当中将近半个世纪，遗骸去哪儿了？他们知道莫纳鲁道是在台大嘛，在我们台大的考古馆里面嘛，这个考古馆里面，他原先是在台大医学院，研究完以后拿到文学院。更怪的是，莫纳鲁道在马赫波洞窟被发现时已经死了4年，一角骨骸仍有表皮，为完全腐烂，呈现木乃伊状。日本人没让他入土为安，反倒将他的遗骨当展览品，也当研究物。它是变标本的，完全是那个骨头，这骨头了，就是它这边还有，它这边左，我祖母特别跟我讲，它左边这边有银色的那个锁足，齿油还在银色，但脱不掉。邱建堂是雾社事件彝族后代，就读台大经济系时就知道莫纳鲁道的遗骸藏于校内，后来也是他
力促将莫纳鲁道遗骨送回故乡。我跟他一起回来，然后六小时从台大一直到那个雾社，我们一起来的。我跟我部长，我就睡在他旁边啊，就那么一直在想，想当年，想当年呢，在能高山这个山上变英雄人物，现在变竟然变成这个。雾社部落群跟日本的纠葛，从人质关一役就注定了命运。日军向雾社延伸殖民势力，却屡屡遭到原住民歼灭。奴らの最大の敵は誰だ？日本人以夷制夷，让布农族在姐妹园设下鸿门宴，成功挑拨两族群。赛德克死伤惨重，日本人也趁乱一举攻占雾社。日本人强行采里番政策，为了掠夺山上资源，剥削劳动，斥责鞭打更是家常便饭。在完全同意以后，在1911年完以后，日本人就办一个全省的原住民头目的日本旅游。其实日本考察的目的就是让你了解日本是很大的。不是你在山上看的这日本人，你看日本有会飞的飞机，那个家里面，他有他那个飞机嘛。都有杀人的学校啊，军校啊，日本跟树叶一样多，跟河流沙子一样多，我们这么讲的，年轻人不愿意。莫纳鲁道虽对日本不满，但也知道帝国不好惹，而他也遭日本人利用来牵制其他各部落。萨拉毛事件幕后推手就是日本，因为那个萨拉毛事件，现在的弥山地区了，不太好。那他们。应该也是一样嘛，他们是反抗日本，他们也是杀了日本。莫纳鲁道等四个部落在日方胁迫下发动攻势，伤了25颗泰雅族人头。原住民的一种传统的文化说，你如果真的是拿着牌英雄哦，你应该是一对一嘛，打勇士嘛，你不应该打那个老弱妇孺。我们在看历史人物的时候，你不用去把它给神格化。OK， 那他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让你感动的，那有一些事情他可能是做错的，这个其实都是很正常的。日本人的以夷制夷不仅用在不同族群，甚至也引发赛德克族内不同部落的内斗。最著名的与道泽群头目铁木瓦利斯恩怨。雾社事件中，铁木瓦利斯遭日本人利诱，率卫方番袭击队追杀莫纳鲁道不成，反倒遭杀害。等到雾社事件过后，他的族人竟还遭到教唆屠杀莫纳鲁道遗族。4月25号先把我们屠杀掉，放在集中营以后，然后他叫那个多俩的枪给他们，把我们屠杀，屠杀看杀多少，刚好杀一半。日方为掩盖罪行，称这次的保护番袭击事件。为第二次雾社事件，至此存活的赛德克族只剩298人。为了方便管理，日本人将他们强制驱离到50公里远的川中岛，也就是现在的清流部落。我家也过，门都经过那里嘛，门大经过阿当那里，家也过。阿尼是大妈姆在个巴基姆里呢，阿当在下的。低海拔又是水稻之乡，表面看来日本人给了他们丰盛之地，但赛德克族原就是生长在山里，迁村过程罹患疟疾，甚至因为灭族痛不欲生而寻短的比比皆是。张成妹的母亲是马红莫娜，也就是莫纳鲁道的女儿。雾社事件后，父亲饮弹，全家族上吊自尽，只有她被救活送去治疗。妈妈是中雾社事件，20多岁见到这边来的时候，我亲生的妈妈跟她一样，马黑布部落的邻居，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马红莫娜一定要向她要一个女孩子。比较有心理安全感，这样张成妹成了马红莫娜心里最大的支柱。
今年已经73岁的他，从房间翻找出尘封已久的相簿，记忆所及的妈妈无时无刻都在悲伤中度过，连哼唱的歌曲都全是思念。是我也打打给你，是我也打打给你。到山上回来时，他比较会喝酒，因为心情不好，喝酒就会胀过。他说，我实在很难过了，我一个人在世界上留在这里，你们都走了，我应该要跟你们一起走，可是我还是留在这里要照顾孩子。马红莫娜把心思放在孩子上，也一手带大张成妹5个儿女，直到1973年离开人世，到死之前不再多言物色事件。因为到清流部落后，日本又展开新一波的清算屠杀，物色事件已经是部落里的禁忌。一起抓了23个人，我们来200多人，老弱残兵298人，又重病抓了23个，一气就第二年的就没有回来，就被弄死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老人家都不谈物色事件。斩草除根，也让部落陷入极大恐惧。莫纳鲁道一生功过无人再提，直到1973年遗骨被迎回，而后树立铜像，编入国小教材，甚至2000年发行莫纳鲁道铜币，这才让莫纳鲁道的故事不再被淹没在荒烟蔓草之中。